小满，对象嘛，来，追来！喂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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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回去，小满炒菜用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。爷爷，这不是小满对象啊，哎，把您菜弄了，快去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拿不下了，我拿不了了。拿你，拿你。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这冲绳满，在村里人气这么高吗？ 太可怕了！得赶紧离开这个怪地方。小李，谁给你这么多东西啊？是啊，这个刚才乡亲们给的。哎呦，给这么多！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这么多！哎，那我拿着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好新鲜呐！哎呀，快坐下吃。哎，小李。 昨晚没睡好啊！你这黑眼圈像是被人揍了一拳似的。啊！六哥！啊！你这也吃太少了。 这都不错了，昨天不是嫌弃不卫生，一点没吃吗？小满，怎么说话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最好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又清淡的食物。叔叔阿姨，今天这顿早饭，你们的卡路里超标了。你不是也要吃吗？多吃点啊！大哥，这是茶叶蛋哈。 你小心眼睛变成五香味的，还以为大少爷肯吃饭了。<笑>林总，董事长这两天有点忙不过来了，有些事情他让你处理一下。哎，小满，又要翻土又要撒种的，最好呀有人能帮你。你想让谁帮我？我现在没空，你让他们来大农村找我。什么意思啊？ 让我去干农活。你别看我不是我说的，放心吧，我陪他去。好好好，快吃，突然这么好了。我主打一个陪伴。原来这速溶咖啡这么难喝。 哎，你这是来度假啊？我不是在陪你吗？就是有点晒，蚊子有点多。你忙你的吧，我还有我的事儿呢。以为自己是霸道总裁啊？真是。公司那一堆事儿。 也不知道老爷子的身子能不能扛得住。老爷子，我就等着你求我回去。 让我在这儿办公。 林总，您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？这是我们的计划书。这又是搞哪一出？回头我让小谢联系你。行，打扰你了。林总，听说您被停职了，我们想请您帮助我们的商业顾问。这个暂时不考虑。小满，哎，发直播种的。啊，是啊，关谷。
天气好，我想着趁雨前把种子都播了。啊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还是用拖拉机好。去我家把拖拉机开来。行。爸，你看小满他在未闻屋整这么大场面，十有八九在装酷。还有第一次进村的时候还整辆豪车，估计啊也是喂猪子。小满不会被骗吧？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小满听见。太丢脸了。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好的。麻烦了，小林。庄小满啊，庄小满，本来找他假装未婚夫，就是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，结果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式被人议论。毛和友。中国烤鸡走向世界，挺好的。把这个策划案送到我公司以后。好，行行行，谢谢你，总监。听不见，不想看，快点干。你们公司我知道，没兴趣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要不林总您再别说了。庄小满，什么时候回家啊？还早着呢，这样翻太慢了。不就是翻个地吗？有这么难吗？出了点状况，我会尽快搞定他。那个叫庄小满的女人和你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需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是喜欢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是要搞定小满？我倒要看看这种地有多难。想要在小满面前好好表现，博取好感吗？不能让你得逞。看你这样，你是要帮小满种地啊？对啊，你知道怎么开始吗？来，我教你。这么简单，不是有手就行。死定了。哎哎，停下！站住！
到底什么情况？静雯，浩浩哥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又不提前跟我说呀？我好去接你啊。小满，小满，你在发什么疯？小满，静雯回来了，静雯回来了。张小满，你有病是吧？我待会儿再找你算账。Thank you.